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欢迎又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 的影片。今天是星期四，哇，我带给大家这个陈教署警官的一种很大型的这个陈教署的车子。这一辆是 van 啊，不懂啊，是 van 还是那种罗里斯？这种是属于那种重犯呢才使用的。我相信各位，你们都在这个香港的时候都有看过这辆车子，对不对？在这 GTA5 里面是完全没有，这是我自己制作出来的，希望各位会非常喜欢。记得按下赞，如果你们认为今天的这个影片非常好看的话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接第一个案子了。这个案子是什么？这个案子是外面有一位嫌犯呢，在外面应该是从这个监狱逃出去了。啊，将坏蛋皮骨痒逃出去啊！今天我们去抓他，抓好之后呢，就送来这个监狱里面，然后给他打皮骨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他现在在外面等着我们了，他很期待看到我这辆车子，这辆车子非常大辆，哎呦哦，从来没有过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辆车子我抓出来非常非常开心，哎呦，哈哈哈！这证明我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有很多这些新兴的、这些真实感的车子，将会一如续的这样子出来。哇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还要再做，还有一些是真正消防车啊，还有一些大型的啊。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就留言过说，还要看一个很大型的，但是那个是也是属于救护车还是类似这样子的形状，那个是类似有点像 mobile 这样子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总之类似这个样子的，这个形迹这个样子的，在那辆罗里车来的，但是是救护的啦。啊，我也是会有时间去想要拍它出来啊。OK， 那么现在看情景的话呢，这个嫌犯应该是在我们的右左手边，看我们可以跑过去吗？就是穿别啦，我们还是走跟住路线走比较好。OK， 来，他在那边上面山上面等我。他跑了这么快啊？他是怎样跑到那边去的、啊？我们的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个什么、啊、这个保安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，这个 security 是这样好，为什么还可以跑得这么远去啦、啊？哎呦，原来 Los Santos 的那个 security 是这样老鸭的、啊，老鸭的要死啊！还要我这种车去抓他，哎呦，要罗里那里可能会跑到这种地方去的。如果罗里跑到这样高的地方去的话，我看这两个不算罗里哦，他的 engine 泵是用什么 engine？ 引擎是非常强烈哇，这样高地都有本事爬上去。OK， 看到他 ，Don't come any closer， back up or I'll kill myself。啊，你要杀你自己啊？去杀咯，我没有关系的，你杀死我，我多一个空位可以给别的嫌犯进去里面。OK， 我们可以 press Y 跟他讲话的哦。OK， 他怕了。我要跟他讲话吗？按 Y 一下跟他讲话，看一下是什么情景会发生的、啊。要吗？要我按 Y 吗 ？Please don't come to this. Come quickly. Maybe we can get back to jail. Okay, I don't know. I don't think so. There is a less something on me. I can't go back to jail. 他讲他不可以回去。哇，你看，怎么？你不可以回去哦，你就怎么抽筋啊？哇，变成两个人了，飞来飞去啊！这个是什么问题？哦呦，哇，射不到的。OK， 射到了。怎么？你以为你是那一种 super？ 哇，老！哇，厉害哦！哇，趁机会还要开枪射我的脚啊！幸好我命够长，我的脚啊，我是硬啊，没有那样快扣命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要先我们 check 一下身上啊，看他身上有什么一些废的东西啊。啊，相信他身上也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的啦，看有吗 ？A grenade， 哦哟 ，A grenade 哦，炸弹哦，又吓我吗？哈、啊，没有这样容易吓到我的啦。我是多年在这个监狱里面 train 过的，懂啊？在 train 过的警察，你要拿炸弹来吓我？哼，没有这样容易，冇咁容易。哎，坐我车开不到了，哎。怎么我今天的这辆车子怪怪啦、啊？喂，我要开门进里面呢，太阳很晒耶，我要变焦人了，快点啦 ！Oh my god， 不要开门给我进！不要紧 ，OK， 不要紧。哎，朋友，你知不知道我不会让你有受苦的？再试看了一次先，真的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！
我变多另外一辆车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罢了嘛，是吧？收拾煞啊，一点都不难，好不好啊？来，我们变多另外一辆车，然后这辆车就跟它废除掉就可以有喽。OK， 就这么非常的简单又容易，哈哈。来，我们去接下一个案子吧。下一个，哎呦，现在要有点爬下去，有点危险，有点难啊。地上好像很滑哎、欸，很滑啊！那个耶，这个山坡了，那你有一辆萝莉跑上来山坡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怎么车子哎呀，这样强啊！这辆车，哇！如果真是香港的这辆车子能够跑上去这样高山哦，哇！我哇，那个车一定系好有力啊，一定很有力啊！一定好多人要买啊 ！Escape convict nearby， 又来多一个逃狱的家伙啊！逃狱，这样喜欢逃狱。我设立一个这么大、这么美丽又豪华的那个监狱给你们这些破盖，你们这些破盖还一直要逃狱啊！逃出去这么，外面太阳在晒啊，晒死你啊！外面又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，全部要给钱的。我里面有免费的食物哎啊！这样好食物有咖喱配鸡，不要吃。哎呦！还有我在浪费油去抓你们这些家伙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他在哪里？他在这右手边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去，过去！哎呦，浪费我的车油，我真的是，等一下我要给他 claim 钱了啊！哎，忘记哦，他是嫌犯，也是没有钱 claim 啊！哎呦，这真的是要夹咖鸡了啦，这天，可以，可以，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，他下台跟我讲话。OK，OK，Don't shoot me, I surrender. I should know that this won't work.啊，你知道就好，不可以出去是不是？啊，我都跟你讲了，逃狱是没有用的，准备给我们警方抓回了。给、okay、啊，慢慢手举起来，不要过来。哟，他怎样拿到枪呢？他怎样拿到枪了呢？哇，我真的不明白他怎样拿到枪了。OK， 来来，慢慢，手举起来。枪跌下，哦，枪跌下又可以飞回上手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你手那支枪，你的手那边有兜着那个细铁是吗？还是你有玩那个悠悠？那条线可以拉回来你的这支枪啊？搞什么鬼哦 ？OK， 来，我们带他去警察局。哦，忘了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有彻查过这一辆很大辆这个陈教授车子啊。这个款式的车子呢，在 GTA 5里面就有一个小小问题，就是它不能够再嫌犯。就讲那嫌犯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去里面的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只好通知这个护送单位的警察来到现场，帮忙我护送好回去这个监狱了。就这样罢了，我们只能够做的东西是这样罢了，我们不可以做更加多了。哎，这辆车不能够，又门不可以开了没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要按两次的 G 它才可以开门。哎呀，你早不要讲，你这辆车也是要有旁边要有 instruction 嘛，要有那个什么、啊、那个通告啊，写着啊，指示我们说这辆车子要开门的话，要开两次按两次 G 嘛。哎呦，那你嫌犯跑过来啊，我现在试看把他抓起来先。来，你给我乖，我带你上去这辆车上面，看你看那女警察有没有本事给我来抢你。喂。哇哇哇哇哇！车子都变去前面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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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快点快点，快上车上车 ！OK， 来，你警察你拿不到了，你自己拿不到。哎，哦，这辆车后面有洞了是吧？我们可以丢那个嫌犯从后面掉出来了。OK OK OK， 现在我们先回到去这个监狱里面先。然后我们再等一个 cause， 因为我要一个真正实施的那种玩法，就是真正实施逮捕那嫌犯，然后进去了这辆车子里面，然后护送他真正实施到达这个什么地方，这个监狱里面。哇，又什么事情这边？喂喂喂喂喂！赛车啊，在监狱这边赛车啊，这样小地方不要赛车啦！你拿车，这样是不是这样狭窄的地方，你还要赛车？这真的是头脑有问题啊，逃卡派啊，这个。哎，你要跑是吗？阿公，我跟你跑过。哎呦，我手里有太大辆车哦。来，你要跑是吗？喂，哦 ，What the fuck， 不见了。哎，模组的问题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现在变过去先啦。OK OK， 我们在里面再见面。OK，
Okay, so 现在我们已经在里面了。这个是 God taken hostage。呜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有一位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呢，就应该是哪一位？一位什么？因为陈教授警官呢，然后要什么？要枪毙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是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在对面，但是我这边好像不能走过去耶。哦，这个是谁做的？这地方是谁建造上来的？这应该有两边的吗？一边给我走罢了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地方很不什么嘞？很有问题嘞，不可以这样的嘞，不可以只有一边走，要两边走的嘞。哎呦，你看那、啊、让我麻烦要死。哟，你看我的车很踏凉哎。我不可以飞，不可以飞，不可以飞，慢慢点，慢点，不要飞，不要飞啊！飞了就惨了，飞了，等下我这辆车坏掉就惨了。OK， 我慢慢，慢慢，慢慢 ，OK， 我、哦、还是进去里面比较好啦。我不进去里面也难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撞！哎呀，太大量了啦，这太大量了，不可以，太大量了。我不晓得那个警官已经死了没有，这样久还没有到达现场啊！不关我的事情啊，各位，不关我的事情。这个你要讲就找，要找就找回这个这一啊，这么建造这个监狱的发展商，做什么鬼路啊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吧？那你可以这样子的哦。OK， 到了。等一下、啊，我怕我们家锁着，我开着先。OK， 拿枪出来，喂！把枪放下来 ，Stay back， or I'll kill him。OK， 你要讲什么话 ？Calm down, sir. You don't need to do that. Just put your weapon down. 他讲什么 ？Shut up. I'm the one giving you a demand. OK, sir. What is your demand? 还有什么要求 ？I want out of here now, and I want my record completely clear. 真够力！你想了没 ？You know I can't do that. 你知道我不可以这样子做了。Well, I guess you wanted to be so long here, and you don't even think about teasing me. The thing is, got here is a hair trigger.The prison is not longer say anything. 他竟然要逃狱啊！你想要逃狱啊？我给你实现！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啊，看到吗？那警察看到我，哎，不关我的事情啊。其实你也是很有问题啊！我不懂到底你搞什么鬼，竟然你的武器也被他拿到啊！你到底是做什么鬼，警官啊？你有没有 license 呢？啊？哎呦，这假烂！你看你的脸像肥肥一样，哎呦，假烂要死！整天只会吃，好吃懒做是不是？吃然后就做，做就睡，睡而吃，吃而做，做而睡。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了！这嫌犯刚才是讲他要逃出去，然后还要他所有的记录呢都要被删除的完。但是你知道我是不可能让你做吗？我是天下最好的警察。最好的警官，最好的陈教授警官，那可能我会这样子做啊！你给我 promotion， 我都不会要啊！真是开玩笑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来来，我们再去到那个哪里，那个监狱里面。这边你看是不是不会走？你看是不是死路？呸！我真的是很生气耶，这是死路啊！看到吗？什么地方哎呀，这个地方真是，哎呀，只有一条路走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有魔族的帮忙，我们把我自己编进去里面就可以了，这样子编啊，转转过来，转转转转转转 ，OK， 搞定，哈哈，回到来这一边了 ，OK， 那我们退后先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这边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再等下一个案子啦 ，Let's go， 快点，下一个案子再出来，喂，下一个案子这样慢了。Hello， 快点！好来哦 ，Vehicle usual occupying wanted。这个呢就不是犯人了，这是嫌犯。嫌犯通常是要警方去抓的吗？不是，我们陈教主去抓。但是不要紧，我等，你看这条路还是只有一条路进来罢了嘞。我在想，这条路到底有什么路可以出来了嘞？到时我要去研究一下这条路线，很奇怪，这条路线很奇怪，到底只有进没有的出啦。OK， 来，我们往上去先，往上去道路线，这辆车，这辆车是很有力的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很有力的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去试看啊，我们试看用这辆陈教授的这一个很大型的
监狱车子啊，然后去追一下那位嫌犯哦。其实这个这样子追法，在这现实世界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，因为陈教授的这辆大型的车子呢，是专门载着那些重犯啊，就严重性的那些疑犯。然后现在我们只是测试一下罢了。来 ，Let's go， 我们要想看一下到底它引擎有多么的强，在这 GTA 5里面。有多么的厉害呀、啊！现在那嫌犯是跑到很远一些了，是，我觉得我应该有本事可以追得到他啦，我认为啦，中我的那个左手边那一边的那，右手边那一个 meter 不见掉 ，OK， 跑帅哦，141啊，141跑141 ，OK， 快点，哦呦，要玩大家你们这些密不关事的家伙，不要挡着路，你懂不懂？啊！不要挡着林北的路，让开！哎呦，不要挡我的路哈！记得不要挡我的路 ，OK？ 卡林北，向，我在为你们服务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一点感恩都没有，啊，讲谢谢也没有哈，至少给一个 horn 一下嘛，一个名字车底一下，让我知道一下你在感谢我嘛，哈。那嫌犯就在前面，我们又差不多要到了，来，走开！我们跑到越来越快了，我们真的跑越来越快，呜，很快又跑到很快，哦，哎呀！哦，不要紧，我车还是可以救回来的，游戏嘛，对不对？不用怕 ，Why you so serious 啊？把你的车停下来哈，先生，我们已经抓到你了。LSPD 啊，其实我应该换声音一下，不是 LSPD 啊，应该是我是陈教授。请把你的车子停下来，现在，快点，不要停的话就给你打屁股。All right， 来，手举起来，先生，我去换大车先。Hello， 那，停下来你的车。Get out the vehicle right now, miss。不要。下车，呜、哦，哎，变形车里面了，哎呀，你射我电枪，哎呦，这样子轮过我的年，真是啊！你要跟我玩是不是？好，你做我厨艺，我做你食物，这一次我一定追高你了。来，上车 ，partner， 我们陈教主的这一个大重型的这辆车子呢，就要追捕嫌犯了。来，第一次破纪录一下，我的车子后面那个灯这样子的，我要修理一下我的车先。OK， 好了。Let's go， 冲啊！我们一定可以追到他了。他不见掉了，但是不用怕，他就在前面罢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们一定有办法追到他了。Let's go。I want to see what you can do。快点！他在哪里？他在前面那边是吗？那个白色车啊，应该是他，有点看不清楚，但是我记得他是浅蓝色的车子来的。哦，喊一下声音先。啊，害怕吗？他应该会怕。看到他了。啊，停下了，是啊。喂，不是台的，不是。哎，这样是白色的哦。哦，哎呦，惨了喽！我要配眼镜啊，我的眼镜已经变深了。戴眼镜啊，太深了，看不到那个颜色，我有点色盲啊，惨了喽。啊，前方在前面，快点，追！我们可以做到的，加油！哇、哦，我们现在通知这啊，看到你有了 ，yes， 哎，笑不开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你们挡路啊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你们挡路，走开！哎呀，人家都吓到了，每一个市民都吓到了，今天我这个样子还要追嫌犯，好像连撞人撞市民都不管，连市民安全我都不管啊。哦，快点！Oh shit！ 哇吼！冷静！我旁边的车都给我炸烂掉了，有多么的大量啊！这一辆陈教授这个重量型的车子。Suspect on foot。OK，on foot 我就喜欢了啦，可以撞他了。On foot 哈 ，on foot 是吗？他在你 on foot， 来，再撞你一下，咚！啊，还要吗？再起来，啊，再撞你一下，再起来，不是啊，再起来，OK， 再来，嗯，boing， 哈哈，
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不要再跑了。我哎、欸，我叫你不要跑啦！哎呦，很累啊，你懂吗？追人，追嫌犯是很累的一个工作呀，懂不懂？哎呀，啊，打他背后，叫你停下来不一停，是不是？啊，还要跑，一直跑，手举起来，现在。手举起来，不然我向你开枪射你的屁股，我跟你讲哈，枪这支很大支哦，这支左轮枪很硬哦，很强哦，子弹射下去啊，不见眼哦，哎，讲错，不是不见眼，是不见血。All right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带他，我们这次要真正式试完了，我们带他上去这个陈教授这样大量的车子先撞他屁股。再撞个女孩子，看可不可以啊？打你去撞那些钉啊！看你可以不可以等撞钉 ？Yes， 再来 ，Yes， 撞这女子，快点 ，Go， 耶、yeah. ！OK， 来，你跟我上车现在。OK， 来 ，Brother 上车。然后现在我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我直接把我自己本身变到靠近一点那一个监狱那边先，因为跑了很远去哦，我就变在这个地方啦。来 ，one two three， money money home，yes， 回到来了 ，hello buddy， 我回来了，我等来了 ，I coming back， 来开门，给我进去里面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来，哎 ，brother， 大姐们看到吗？我载到一位嫌犯进入这个监狱里面了，吼吼，啊，那个是嫌犯来了嘞，嫌犯来了嘞，各位，嫌犯，我们这样子在狱里面真的是很不人道，还没有穿那个银犯的衣服就可以到，就我们就可以载他来这边了。这是完全没有跟着逻辑走了，OK OK， 来，我现在要带你上去这个监狱这边，看你有没有本事跟着我上来啊！我先试试看一下，带着他，抓着他爬楼梯，看可不可以爬，看有没有本事爬啦！来，游戏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哎，爬了两个吧，哇，两个都被跌倒了，够力！看手完全没有去抓那只铁，都可以都被跌倒了，够力。但是也是不能爬了，还爬两格吧。好，来，我就叫你 follow 我先，然后呢，我再爬上去，看你有没有本事爬。来 ，come on， 来，快点上来，喂，上来嘞，转圆圈的么 ？Come on， 哇、哦，真的是上不到了，真的是上不到。OK， 这样不要紧，你上不到是不是？我用这个模子丢你上来就可以了，快点！那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跑啦！哦，那边有楼梯可以上哦。我应该走那个楼梯，上不走这边。OK， 不要紧，没关系。来，你在那边对面看。哎，乖嘞，你不要夹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知道啦，你不要夹。我带来这个监狱这边很好了，让你有享受那免费的这个 hotel。啊，这个免费的旅店加买这个有食物了，哪里有一间旅店不用给钱的，又有免费食物，早餐、午餐跟晚餐，哎，极好哎。OK， 快狗乖，我带你去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监狱，哇，超美啊。OK， 乖，叫你乖不听是吗？啊？看我不要带他去监狱里面了，我要把他给杀死哦！哎呀，我哪开枪射你哦！我跟你讲，开枪射你哦！拿到武器哦，真的是有一支武器，这个就是银方要死的地方了呀 ！Yes， 快点给我死，蹲下来啦！OK 啦，其实我今天不是要这样子玩法，我真正是要介绍这辆车给你们看。这辆车呢是我利用另外一个款式车，然后把它弄成这样子。到弄成的时候呢，是非常的美，而且又非常的像那个真真实实的这个陈教授的这个重型的这个车子。这辆车呢，其实还是后面没有两个轮的，后面只有一个轮罢了，就总共还有四粒轮胎罢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呢就真真实实的这个香港陈教授的这样大量的车子，但是呢，它的样貌是有点类似像这个样子的啦。所以呢，前面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更重要的是它的旁边呢是弄得非常非常的美丽，它的灯那些啊全部真的是很 best 啊，我非常的喜欢。
各位，如果你们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一个影片的话呢，尤其是这辆车的话呢，记得留言让我知道一下你们对今天的这个影片的车子有什么感觉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今天的观赏，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